谁是假闺蜜？你能看穿吗？我来，闺蜜，你们有好到什么程度？我们两个都看过绿茶的裸体。Oh my！来，请出题。今天晚上有个百大 DJ 的夜店局，你不会带谁？因为会去扫兴。我好像是哦，因为我心情不好的时候特别容易喝醉，心碎容易让人醉。对，那我喝醉之后，我会个自动导航，我会想回家，我就背着，我就要跑回家。他就是暴冲型的，这样冲冲一冲之后，他自己就这样啪，我下巴直接变这样。哦，好危险！不要啦，请出题。你不小心与陈汉典发生不可描述的事情，你会选择与哪一位好友分享？对，这种三，哦，阿曼达，哎呦，汉典真的太差了，什么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印象最深刻是那一年他生病住院，他紧紧牵住我的手，一副在交代遗言的样子。哎呦，多渴望他活下去，渴望到什么程度？当场手哦伸进床底下抄起他那个尿壶。这胸围立马都买出来了。好了啦，玉玲了。欢迎收看《综艺大乱斗》。好厉害了，现场有三组假面闺蜜，还有假面假闺蜜。首先要欢迎沈玉玲前程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曾经是我们节目里面的常客，怎么突然间收视保证呢？不得了！但人家我们要给予祝福，对，突然间一时之间洛阳纸贵，本来只是一人渣，把它比喻成人渣，怎么会这样？没想到哇，不得了！现在可是抢手的，炙手可热，对啊，对啊。但是我日日夜夜都想要来这里啊，因为这里是我的家嘛，也不至于啦，这样也太夸张，人总是要落叶归根。好，谢谢。假归祭拜求当作我们这次墓地呀，落叶归根，夸张。我开心呐，看到这个成绩越来越好，这一路走来有一点小小的成绩，都是从你身上取得的一点养分。哎呦，只要捞到一瓢就够了。会讲哎，我如果有一天得到终身成就奖之类的，我最要感谢的唯一一个人就是宪哥。不要！哇，你如果得奖那一天也是我颁给你。太疯了吧，那个奖！对呀，疯了！哇，新车一步一步买，真的三步了。那个业务都有在跟我讲，恭喜恭喜！娇妻一个一个娶。没有娇妻，车子是小老婆的意思吗？那个车一步一步买给娇妻是真的。你也知道我宠妻如命啊。有还有一个大的你不知道，还有一个大的你真的不知道。大的对，大的什么啊？娇妻啊，基隆那个不能讲哦。等一下再说。他数十年不变，他的梗哦难理解。对。我知道，我想说你站的立的怎么样？很难懂的梗，要想一下。有伏笔啦，有要想要想。两位，然后呢，詹老师跟你们坐在一起，看起来越像金国先生。对，哎呦，戴这个眼镜，金国，金国，万事买酱油的钱不要拿去买醋，买醋的钱不要拿去买酱油。哎呦，金钱是经典名句啊。那我想起以前我们那个校长，因为他的乡音是一样的，全校的男教员通通要努力，全校的懒高丸要努力，懒高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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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男教员要努力的，懒高丸要努力。哇，那他最喜欢的颜色应该是蓝色，蓝色，懒高丸。来，三位请上，好不好？来，直接不用，直接这样子。有一个，来，这两位都是我的挚友啦，哈，挚友。那各自有了不同的一个人生的经历啦。潘老师就是这么多年来，大家把我们当作是荧幕 CP 啦。哎，真的哦，真的哦，有你就有他啦，有了。梦不离焦，焦不离梦。认识很多年，我印象最深刻是那一年他生病住院，我去看他，他完全病入膏肓的状态。哎呦，他紧紧牵住我的手，哎呦，已经。一副在交代遗言的样子。哎呦，哇，这个但那句话我至今记得，非常感动啊！你看，我说什么？事隔差不多12年、13年的，我都还记得历历在目。他握着我的手，就那个老沈，人要走之前，人生的跑马灯在我的脑海里面辗转啊绕啊绕的，
但是始终会停格在我跟你相似的那一天。哎呦，感人！我这一生，我的时光静止在那一刻，我就心愿已了。哎呦，人之将死，他其言也善。对，其言也善。感动哎！我不希望他这么快离开我嘛，因为我跟他之间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事情要去完成。对，那个时候对。我说你没事，你没事。那他那时候因为行动不便嘛，所以尿都尿在尿壶里面嘛。对对对。哎，我渴望他活下去，渴望到什么程度？我当场手哦伸进床底下，抄起他那个尿壶，喝了。没有，我先闻，哎，一闻之下传来阵阵的果香，果香。哎，这胸围立马收回去了。好了啦，玉林哥，有可能是82年的拉菲，82年的拉菲，所以你都配上收入，就是82年。可是有果香也不见得是好事啊，因为表示尿是甜的嘛。结果呢？怪不得他老婆那个牙齿是蛀一圈，还来。他有糖尿病，他老婆蛀牙。蛀牙。哎，但那真是满门忠烈。是是是。但那只是评估的指标啊，不是说有果香一定是不好的。那个边缘呢，有一点尿液的残渣，对不对？我沾一点点，稍微沾了一下，好，然后舌头吐出来，哎。沾一下，哎，一开始是果香，可是慢慢的哦，哎，回甘以后，它是一种檀香，味道是多层次的，像还不夸张，还檀香都太夸张了吧？所以我就告诉他说，放心啦，你这个没问题啦，因为有檀香的这种底蕴的底蕴的尿味哈，起码再活50年呐，所以啦。结果他就活下来，他就活下来。古代有24孝胃清肠粉，哎，现代有这个神玉灵胃有肠尿，对，哦，所以这是我跟他的好交情，对，那亲密成这样，彼此互相取鹿乳的事情，对对，有，他想喝鹿乳，我自己哦买了一个鹿的那个玩偶，躲在鹿群当中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抽挤那个鹿乳，哦，结果他过来吸你。对，所以我现在才会 A 罩杯 C 奶头啊。这个故事我不知道前还要听多久，也要见起来了哈。好了，哎，你已经搞了，我们不知道这一集是。对呀，要录什么？哦，老友，我有焦点。啊，我跟张老师有多好，快速把它讲完了。啊，我跟张老师尽快认识很多年啊，有一年他约我们去大阪、京都，哦，7日游。我操，他天生不吉利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去。大阪天生不吉利。大阪的第一天晚上哦，睡到半夜3点钟，他打呼跟那个超跑一样。哎呦，是真的，真的夸张了。他睡成这样哦。啊。然后呢，我睡着，手机警报响，就跟我们台湾那个警报一样，啪啪啪啪。我一看，同时响地震，写日文，但是日文当中夹杂几个汉字，汉字我还看得懂嘛，因为他写土石流，老人小孩快撤离，哦，很清楚。他睡成这样嘞，我一直咬，一直咬，一直我用脚踹他，他都不行哎，我瘦弱的身躯背着他肥胖的身体。哎，真的是背着他，民宿在5楼，没有电梯哦，爬下5楼，边扛，嘴里面喃喃唱的低声吟唱那首歌。He ain't happy, he's my brother. 他不中，他是我的兄弟。The road is wrong. 哎呦，感动感动。我也是他们两个救命恩人呐。哦，是吗？他们两个病重之前，我都有跟他们预言，却完全命中了。哦，所以他们也很感谢。所以你要听他，所以他这么多不吉利，对，被他的球会中，中了没有一个好，真的，真的。他眼睛受伤的时候，雅带小孩嘛，我是唯一主动要陪他住院的，他才知道我才是真正的。不可缺的好朋友，有啦。那个住院期间，他是真的就睡在我旁边，真的啊，一样哦。哎，我在睡梦中奇怪，这个医院怎么会有摩托车啊？又是他，我也不愿意打呼啊，我控制不了啊。我打呼就算了，我们到南部去打呼哦。哦，他落地这个到南部去，不是我们去南部那天我们去小猪的一个演唱会，他特别安排了一个房子，跟我跟小周跟他三个就睡在同一间。南部打球就是到南部去打呼，所以打呼是主要行程，那去玩是顺便。
我跟你讲，你有人只要一个有人敢挑战跟他睡同一个晚上，你只要你超过两天，超过两天，但是是真的啦。我一个朋友半夜打给我，我朋友住三重哦，你拜托张老师打呼小声一点好不好？啊，张老师，可是他住天母哎，我在三重都听到了，太夸张了啦！但是你跟他睡两天，绝对活不过第三天。三位要不要让我们考验一下？对啊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考验一下吗？他还没讲完呢、啊，多好，给他讲完一下。我们都还没有讲，还要控制我们。我已经快两个月没有早一点回家了。没有，因为我们的感情是真的很好，很好。给潘老师讲一下，我们是真的用心的感情。他也是因为痔疮嘛，啊，他七月他不好意思，我背着他痔疮，他破的，他留在我背上。留在我背上，我一句怨言都没有。我背着他到三种，我那个痔疮是从他的屁股这边流。对啊，然后路人经过以为他那个来，因为那个是从他那边滴下来。屁啊！上面真就是明明知道是胡乱，但是还蛮开心的。谁是假面闺蜜？出第一道题目，来第一题，请出题。李安指导《断背山》推出第二部，向你抛出橄榄枝。请问哪一位好友一起出演是可以接受？三，看谁配对成功。二，一，好，请亮牌。一二三，啊，你宁愿跟沈玉琳啊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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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沈玉琳潘老师两票，抢手货，反正痔疮都留在你身上了，对，没问题啊。我有什么好挑的？这两个我还能挑吗？所以这种膏状物在你身上，你能接受？习惯了。哦啊，你也是潘老师啊？潘老师本身的脸就蛮 gay 的。好哦，好，像我像他脸像那个女，很像男版的席琳迪翁了，真的是。你配一下，他戴个假发，还有胡了，有点哎哎，刚好席琳迪翁 VS 蒋经国。没有背啊！好，下一道题目，请处理。收到厂商送的增加男性雄风的产品。请问你觉得谁最迫切需要？哦，三二一，举牌。最需要哦。啊？哎，潘啊，哎，又是潘老师。为什么？你们两个都先。我跟你讲，我讲，我先讲好。潘老师跟袋鼠一样，他是每隔五秒钟就会要的那一种。那这个事情是有所本的，不是我在这边鬼扯。有一点，我跟小钟、跟潘、跟他老婆那个 Kiki 啊，我们去看电影，接他去尿尿。他一去尿，他老婆露出惊恐的神情。啊，怎么了？玉莲哥、小钟，你们等一下有没有安排要去哪里？都几点了，回家去哪里？啊，我不要回家，我不要回家。你干嘛不要回家？你是叫我们安排行程，再继续下一段？对，我不能回家，不能回家。为什么不能回家？我一回家，潘老师又要。我说他是怎么样？他是要到什么程度？他只能不停的要，要到我想逃。我听了900多遍了，你们还要再听吗？没有，就鬼话。詹，不是詹，那个他老婆怕成这样，所以呢，我说他是袋鼠嘛，或者猴子嘛，每隔五秒钟就要。然后呢，现在呢，这把年纪了，他一样维持这样的性欲。然而上面有想法，下面确实没办法。拿出来，真的，大家来拿出来玩这个。你踩到我的了，我踩到你的，幼稚，我跟你讲，好，宪哥，我还原事实，玉哥看起来弱不禁风，去游泳的时候，他说要穿游泳裤，对不对？我吓一跳，怎么了？他游泳裤整个逼紧的时候，这个整个长度到这里，你知道吧？原来他是非常的巨大勇猛，我本来是鱼右刃，后来又把搞成左中堂，后来干脆变成假中正。我对他真的是另眼相待哦。相对的，潘洛迪是重看不重用，哎呦，肌肉长对了，却没有长的肉。啊，拿出来！我刚刚三个录影前小有种，对，三个我们把拿出来，来，
不好意思，说好像是神谕，我们刚刚去后台跟你讲说，上礼拜他老婆打电话跟我说，不是，不要讲，你平常真的会不会在家里面做功课？我说当然会教功课，他一定会。他说现在你一个月可以教几次？我说一个月大概至少会两到三次。哦，那当然是比较少了一些。我是两到三次，搞一个月。他说他现在，不是你知道，你也知道我们家老公他现在三个月没碰我了啊，三个多月没碰我，那不行了。那一阵子到现在大概有差不多六个月了，哦，也差不多六个月，怎么可能？不是因为他，怎么可能？刚才我们在既然话讲到这里了，我就跟你坦诚，我们现在录影时间是一点半，我晚上十一点的时候才刚跟我老婆那个而已。你放屁！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呢，都只剩下一张嘴啦，其他都是假的啦。来，下面一道题目单独问你，单独哦，玉林哥，单独来。如果宪哥想要开新节目，找你当制作人，好，但是必须从潘若迪跟詹老师中选出一位担任主持搭档，你会挑谁？两位要选一位，两位二选一，只有问你，这人生最难的选择。这根本就像鬼拿药单。好了，真的要选一个哈，潘啊，要选潘啊？为什么？我先讲哦，我们感情真的很深啊，对，感情很深，而且爱到深处，而且我们有默契啦，就是我们随便可能一个眼神的交换，对，自然有梗。潘有潘的毛病啦，潘在演艺圈要概括他这一生的成就，就是三句话啦，就是破梗、断梗、不接梗。鬼话。那这样还有好的地方吗？对啊，这好像没有好处。三梗王，纵使有那么多缺点，我还是选择他，因为起码他还是在综艺的节奏上面。旁边这位，哦，这个真的要命，真的。他呢？谁呀？喘了哈，喘了，他会累了。玉林哥会累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是真的跟他一起主持过一个网络节目，那个节目名称叫《临危不乱》啊，就访问政治人物嘛，临危不乱看选战。我们呢？就开始访问政治人物了，然后整个长达四十分钟，然后结束以后，我忽然惊觉，好像詹老师没有讲半句话啊，真的？怎么回事？我猛回头，你肯定被困起了。这个节目有多难看？可以录影录到睡着啊！宪哥，你不要这样讲，他自己都说他在我们节目也睡过两次，三次、三次、三次啊！是宪哥把我叫醒的，醒过来，醒过来，起床，起床，体力稍微差了，他怎么有办法任何时候都能睡着呢？好厉害！好了，这是他们的选择了，好吧？好了，下一题，来，请出题，来，八卦周刊爆出你不堪的成年往事。你觉得会是谁出卖你呢？如果有八卦周刊，如果啦，如果 if 好，你觉得你被谁出卖了？请举牌。审判互选互摇哦。詹老师，潘又是潘老师？为什么？你先讲，你先讲，要不然你会睡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觉得潘老师会出卖你？因为我觉得潘老师讲话比较耿直，有时候讲话直来直往的，比较不懂得去收放。这时候一讲出去了。然后记者一套他就越讲越多，越讲越多，刹不了车。玉林哥老狐狸的套不出来，他自己的那个思绪逻辑非常强烈，他也不需要靠爆料我的思绪红。OK， 我选潘的原因是这样的，那潘老师是少见的台上跟台下一个样啦，那你讲不好，也就是说他分不清楚台上台下啊，台上大家表演，可是台下有时候大家想要安静，或者是不想被那么多媒体关注，但是他不会哦，我们去逛夜市尽量低调，头低低的，因为被人家认出来没那么好嘛，你就不能专心逛街了。他不是哦，他在饶河街头哦，还没进去的头，你们看谁来了？潘若迪，跟着我一起跳，有，很像很像。为什么就无言呢？不是不接梗，不是我是想说不接梗，真的不接梗。我一直在想说，你们都几十岁人，这种鬼话让我讲，让我讲。好，骑脚踏车这件事情，我想要听你们讲多久。脚踏车，骑脚踏车，好，就私下的骑脚踏车聚会啊，可能会第二天就上媒体。这不是讲好大家私下聚会，倒不是说骑脚踏车见不得人，而是说我们。可能搞得蓬头垢面，因为骑脚踏车不用 saddle 嘛，女艺人呢可能就素颜干嘛的，大家看到那个照片，从头到尾她光鲜亮丽哦，哦，她还戴草帽哦，穿草梯哦，然后骑脚踏车她手一样比这样，草梯，草梯，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跟得肝病一样，因为都没 saddle。好，
他也很好心，那时候相约骑脚踏车，我说可是我没有脚踏车啊，然后我帮你弄一台啊，也帮小钟弄一台，那我们就拿了他的好处，也蛮感激他的嘛。有一天骑着骑着，远远的一个看板，你知道吗？赫然惊见我跟他跟小钟的照片，牵着那个脚踏车，下面一个标语：精彩人生就从这台车开始出发吧。我们莫名其妙被代言，被代言没关系，厂商看得起我们。但是 money 呢 ？money 呢？我跟小钟都没拿到钱，后来全部都在他那边。他就请我们吃一个麻辣锅，还要送你一台脚踏车。对，就这样哦，是这样吗？还在相信，对不对？哎，不，我们对不对？这种鬼话你还在相信？很多事情只要让他知道的，你很清楚，让他知道绝对保不住。真的不能再讲。他把我保姆的事情，詹老师真的想睡了。对对对，太累了。好，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来来，潘若迪上一次抱怨老婆是什么事情？你们知道的就可以写。除了要到，那我不用写。除了要到想逃之外啦，还有这个事情。哎呦。要到想逃，真的彼此之间非常的了解啊！对啊，信不给，爱喝酒，喝酒，信不给他满足。这之前的不用讲了，爱喝酒。真的吗？真有这样吗？这个潘老师有一个怪毛病哦，但可能是跟过去的阴影有关啊。历任女友，包含现在的这个是老婆的嘛？他都要求他们滴酒不沾。以前破不是讲过一个故事吗？破在百货公司哦，人家那个新品试卖会，一堆人在排队在那边试喝一小杯的清酒，他老婆夹在里面，那东张西望，然后破从后面 Kiki 啊，破不要让潘老师知道我在这边排队喝酒。这么严重，喝酒只能去那边试喝。为什么不能喝？没有不能喝，你怎么相信那种鬼话呢？还在相信的，我会被洗脑。我跟你讲，你老婆，你老婆怕被你看到喝酒，怕的跟什么一样？你跟我老婆跑到侯昌明他家去喝酒，那这样不行，那是不是怪了？怪。他跟我老婆跑到侯昌明他家去喝酒，哇！那一天他们两个喝到已经呛掉，整个呛掉。他回去家，咬牙打电话来骂我说：“为什么你们他老沈为什么会喝成这个样？”我说我不知道，因为他跟我老婆，我老婆回来也有一点快呛掉。他说他在那边洗头，他怎么洗？他回去只会担心身上有那些味道，所以亚说你现在去洗澡，他就洗头，他怎么洗头上没有泡沫？怎么洗没有泡沫？为什么？东西拿起来看，富杰。代言人在这里哦，抓就没有泡沫，他当然是没有办法挤啊。好了，但是潘老师也有自行自信的一面啊。前阵子他老婆又喝呛了啊，回去家里面呢狂吐，那次喝呛是跟康哥嘛，等人嘛，喝呛了吐了整屋子都是，然后呢身上都是呕吐物，那潘老师就心生怜惜，老婆这样的状况之下哦，他硬是又跟他来一发。好了，谢谢这三位神仙表的，谢谢了，我们都累了，无罪释放，无罪强，没事，很熟，知道你们很好，知道你们很好，换下一组，下一组，贵圈你们是好到什么程度？来，露露解释一下，请说，碧珠讲啊，我们真的很好来，你就唱出来，直接唱出来，我们好到什么程度？我们真的好到。我们三个有多夸张？我们可以一起裸体泡澡，是吗？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好奇，你们三个泡那个有会有水吗？这就是我们一起泡的好处，因为水费只要付一半，对，哎，那是真的很好哎。而且有一次我跟 Amanda 是，譬如说我要聊，跟他聊心事，可是因为我太忙了，我从前没有时间可以坐下跟他聊天，对呀，所以我就一边洗澡，他就一边洗澡，然后他站在门口，怎么样？那你跟那男？我们最常聊天的地方就是在厕所、浴室，我一边洗一边跟他聊。因为必出嘞，跟露露好的程度就是我会去他的演唱会踩他的场。我们对，一定要。我演唱会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就会自带妆发，自带妆发，然后来我的演唱会当嘉宾。可是我没有邀请他们来。对啊，然后他的舞台剧呢，然后我也去当嘉宾去乱演。你这次代言那个富杰，你会送那一瓶吗？有，他刚刚已经欧德曼月美口味了。对，好，来，我们开始出问题，问他们谁是假面闺蜜？来，请问，问露露曾经抱怨过陈汉典什么事？很多啊，我有什么好抱怨的啊？我就是一个完美的人嘛，很 nice 啊，对啊，好 ，OK， 我人那么好，有什么好抱怨的？请亮来，丑，高高石，什么？什
么意思啊？丑这个是见仁见智，这是很主观的。你可以说我怪，但是你不能说我丑啊。等一下，我要加一个。好了，碧珠，碧珠，你说包包十万是什么意思啊？丑包十万，像其实宪哥知道他常年穿了一双银色的丑鞋，后来被宪哥发现，那么丑，对，丑到被你发现。然后呢，他某一天背了一个包包，哇，很炫耀，跟我们炫耀，我说，哎，我刚才我买新包包，对，有牌子的，哎，时髦牌子，好丑哦，好不适合他，真的，对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其实他们是有阴谋的，怎么啦？他们说，哎，那个包包不适合你啦，哎，我们很适合背，我们适合背，啊，5000块卖我5000块卖，我说拿一个11万呢，你要5000块卖你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们说人家丑是有目的的啦，不是？汉典真的品味太差了，他就是不是包包问题，没有，汉典品味差不差，一定要到最后我们看到他带出来那一位。因为我是很神秘品味的终极，对不对？好，下面一道题目，来，请看。有个酒池肉林的猛男派对主持工作，可以带一个伙伴哦，你会带谁？好，一起单了啦，一起工作。哎呦，阿梅达，阿梅达，一定带他。因为其实我不能选别人嘛，我就只能，你可以自己去。对，哦，好，自己去。你就自己，你不要带我们。对，我不应该带你们的，我应该要自己去。因为其实我们认识多几年，我们认识10年，这10年当中，只要我们任何一个人生日愿望，其中一个一定是拜托拜托，希望阿梅达今年有性行为。今年可以跟人家哦吼，对对，今年一定要跟人家哦吼。对他们第一个愿望都会送给我。碧珠也是选择阿梅，对我选择他的原因。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他这个一生当中呢，真的是注定要怎么样，要当老处女了。不用了，不是因为很奇怪，是因为他曾经跟约他有暧昧的对象，暧昧的对象呢去看星星，他暧昧的对象已经摸到他的身体了。我想说那应该是乔蕾可以猜对了，没有，他两手空空回来说，哎，我真的没有干嘛，哎，已经带到家里了，而且是在一个关心房，对，气氛很好，而且有喝酒。Oh my god！ 然后已经这样摸，已经这样躺上去了，哦，没事情，没事，什么都没有发生哦，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但可能真的，我遇到我真的喜欢的，我会有点害，他会怕，我会怕哦。就男生也要有一点主动，但他没有动啊。当然啦，时代不一样了，你自己不主动的话，你干嘛？互相了，互相。我们都处在那边这边，一直吹口哨也不是办法。吹口哨呀，对不对？爱与差，遇到喜欢的男生，你会怎么样？啊，我也不会主动哎。你也不主动，我会害羞。对嘛？暗示就好了嘛，是吗？熊熊那熊熊，我也是被动的，我也不会主动。被动。但是会用暗示的啦，暗示怎么暗示？怎么样？就是可能有没有听过八三幺的新歌啊？痒痒叫什么？痒痒。OK， 暗示了哈。好，下面一道题目，来，请看。来，好友在国外被洗劫一空，你会为了谁排开工作，立刻买机票去找他？好，好，去救他就对了。这个很感人哦。直接飞过去找他。哎呦，露露。哦，没有，都不会啊！不是因为工作太忙了，自生自灭。没错，好了，我会救他了。哦，不行，你已经写 no 了。好了，我救他。好了，你都不会是？我都不会，因为我是学校老师，我没办法请假。因为我觉得没办法请假。哦，哎，啊，你只有你要救，因为他曾经就是真的在心情很不好的时候，他有跟我求救过，他就传讯起来说求救。然后我就立刻去陪他这样子。其实他是很感人的，因为我就只有一个符号，就打 SOS 这样。对，然后我就当天晚上他就来找我了。哎，真的哦。对，可是他们俩每次都说好像就是他们对我很好，但其实有一次呢，我脚开刀的时候，对，然后那个时候开刀嘛，然后。在前一次开刀是我那个卵巢开刀，然后我就是很严重，这样在病房，然后因为小燕姐啊，大家都有送那个水果礼盒给我，然后想哎两个朋友来探病，就他们两个来什么都没有带，然后甚至还把小燕姐给我的水果吃光，没办法啦，你跟阿拉两个阿拉丁神灯交往，怎么会有这种水果被拿走很合理？没有，你之前
角色上的时候，我也有去你家照顾你啊，热他的菜，因为他脚不方便嘛，然后这边帮他热。哎，那个汤哦，他还要求温度要很烫哦，光那个汤哦就热了3遍。好，就这样来来回回哦，热到我就说，你要不要自己起来走走看？你要不要试着起来走走看？我的每一只脚都受伤。我们就是好意，也不是你的看护。我厉害。我受伤的时候，开始骂，开始吵了。这好朋友才有这种坎，对不对？斗嘴，斗嘴了。来，最后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如果地球上只剩下3位男性，听好了，绿茶、大根、海产、Amanda， 你必须选择一位共度余生。Amanda 必须死。Amanda， 你会选谁？一定要选。请问 Amanda 会选谁？你们觉得？哦，绿茶哎，绿茶哎，自己那就干脆配对了嘛。耶！来来来，炒炒炒炒。对啊，新娘抱，新娘抱可以呢。新娘抱啊，查很有异性缘，有认识吗？为什么？有没有合作过？当事人讲来，为什么？因为相较之下，绿茶好像比较可以一点。他的小眼神，他的小眼神，你有多无奈啊？你有多认真讨厌其他两个？对呀，绿茶怎么看这一？你赢了耶！没有，蛮开心的，因为我跟 Amanda 合作，我觉得 Amanda 蛮可爱的。有考虑过吗？交往？没有啊，我觉得做好朋友可以啊。交往，交往，交往。如果他给我机会的话，我愿意啊。趁乱告白，很绅士，加分，对，真的不要以身试法。没有，我觉得真的蛮可爱的。审阅绿吧，绿茶聊天的时候，他说他以前也跟大他15岁交往过，他也无所谓。哦，没有啦，因为相处最重要，相处最重要。这不是大他15岁，这是大他40几公斤。40公斤，加油！健康最重要，加油！健康最重要了，加油 ！OK， 好，来下面一题，请来哦，注意到。你不小心哈，你不小心与陈汉典滑进207，发生不可描述的事情。嗯，双方干柴烈火，相当愉悦。哎，你会选择与哪一位好友分享所有的细节、所有的 detail？ 好，1、2、3。哦 ，Amanda， 哎呦 ，Amanda 是一个都会说，我都可以说，我们会同时，对，应该是会，真的是非常好的闺蜜，真的闺蜜不是假面闺蜜，谢谢，厉害的，欢迎艾雨莎、球球、绿茶，来闺蜜，你们有好到什么程度？我们三个是可以好到一起睡觉。就不会发生事情。然后我们两个都看过绿茶的裸体。Oh my！ 本不想看，然后他是唯一一个来我家洗澡的男生朋友。绿茶不是吧？他直接当自己家哎。没有，我就问，就是他好到就是说，我说我因为我今天没洗澡，就没不是没洗澡，就是你就是没洗澡，他不是没洗澡。对，然后他是昨天晚上可能没有回家洗澡。对啊，能够卸下心防，然后让你在家里洗澡，那不容易，不容易啊，对啊，尤其男生洗洗毛发都会遗落在。是啊，没有，我们好到，其实我看到他们身体也是没感觉的。怎么可能？假的，真的感觉。熊熊跟艾雨莎呢？他真的对我们没有。因为熊熊个性很像男生。不是，那也是个性啊，他同体啊。对啊。可是我没有办法想象，我可以亲他，我觉得会很恶心。但是我们真的是三个可以一起睡房间，因为我们那时候一起去露营。我们就三个会不会太怪了？一起睡啊！对呀，对呀，对吧？哎，我跟你们两个睡，我都戒心很重。好机会，我跟你睡，我才穿5条内裤。对呀，我都洗得干净。我们应该是三组里面算是认识时间比较短，但是他们两个算是救我一命。哦，救你一命啊！对，因为他们两个在我感情就是最低潮的时候。他就是在我前男友要打我的时候，他比我前男友大概矮10公分，然后他为了我舍身，以他那么胆小的人，他为了我舍身就是挡我，对，他去挡，对，然后艾雨莎是那时候我就是想不开的时候，他就是跟我姐姐两个人排班，然后来我家陪我，哦，这样子，真的，那你知道那时候有多累吗？因为你那时候都没有什么睡觉，我也没有什么睡。然后我想要去打球也不行。你怎么老是遇到那种暴力倾向的？是啊，为什么打你？他就是觉得你干嘛跟绿茶？因为他喝醉，然后他跟女生乱抱，然后我就对他发脾气，然后他就不爽，他就要打我。而且问题是我推开他之后，会艾雨莎跑过去，我也不知道什么状况。我说艾雨莎，你不要管。他说你也是这样啊，我习惯了，我不要骂成这样，我只不过就关你什么事？没有，真的关他的事，因为当。
当时我前男友这边搂搂抱抱很开心，绿茶这边玩得很开心，他完全没有在管。他也 enjoy 在里面。他 enjoy， 他没有是跟我男朋友讲说，哎，你不可以这样。然后是艾雨莎过来讲说，哎，你不可以这样子。然后他就骂茶茶说，你是熊熊的朋友，你怎么没帮他讲？然后绿茶就说，我没看到，他自己玩得很开心，自己玩得太开心，他自己很嗨嘛。对，就直接跟我生气，生了差不多一个月，才跟我讲话，所以我好冤枉。不要老是在外面玩嘛。但算是患难见真情。绿茶，我没有玩，多用一点心在工作上啊。不是，大根啊，大根，大妹啦，大妹，大妹太惨了。可是我有帮他挡，我是有帮他挡，有啦，他是好人啦。哦。对，然后反正他如果心情不好，我们就会去陪他。我们就会马上去。然后艾雨莎心情不好，他是可以随时来我家，他有我家的密码。对啊。对，感人感人，来，请出题，来来来，谁是假面闺蜜？好，好来来来，绿茶众多把妹招式当中，哪一招你觉得最无可救药？哎呦，看不下去，无可救药了，受不了了，一二三，啊，乱叫名装可爱。为什么乱叫名？他就是会，比如说他那天有一次，我们在外面吃饭的时候，他说，哎，那桌妹好可爱哦。然后我们就说，啊，你去拔拔刀再说嘛。然后他结果他就自己过去，然后他就跟人家装熟，他就先，然后把酒杯倒好，就说，哎，好久不见，那个谁，哎 ，Sandy 哦。然后后来那女生就想说，啊，谁是 Sandy？ 他说，哦，不是 Emily 啦。然后那女生又想说，我又不叫 Emily， 然后又再继续拉啊。Ashley， 然后结果后来呢？那个女生就想说，我又不是这几个你叫的名字，你应该认错了吧？后来她就开始说啊，不然你叫什么？那个女生就开始说，哦，她叫什么这样子？之后她就开始跟人家搭讪要聊。我就知道，乱乱讲，没有没有。那艾雨莎看来那个女生真的是我们演艺界之耻哎。不是，上一次吃饭，她就爱上那个拔天的女的哦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疫情戴口罩遮住三分之二的脸，哎呦，这眼睛很漂亮。哎，他哦，这样子一直在那边甜言蜜语。后来呢，因为那个女生必须要跟他敬酒，口罩没拿下来。一拿，哎，他 keep 一边啊，够没水准的啦。啊，怎么？因为那个一拿下来，哇，就歪了。怎么没有我讲？我跟你讲，有了。我要讲的就是这个，因为艾雨莎，你那个一定是可爱的。平常看到绿茶，他其实朋友很多，然后他可能身边都会有一些女生朋友。哎，茶哥，茶哥，他就很像那个夜王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穿梭在那个夜场中这样。然后对，但他不会怎么样。但有一次是我们去一个酒吧，然后我就看茶茶突然就是变得很害羞，我就说干嘛？他就说，哎，兄，那边那对面那两个女生蛮正的。然后我就说，那你去跟他们聊天。他说不要，不认识，我不好意思啊，就害羞这样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茶茶很少这样，哇，应该是遇到喜欢的。我就说好，那我去帮你搭讪。他一看到那个女生之后，我就觉得他的脸变得有点尴尬。但我想说是因为害羞。然后我就说，哎呦，等我朋友。然后茶茶就说，哎，我请你们喝个酒这样。然后绿茶后来就拉我一脚，他就这样。他说，哎，是要跟我讲说喜欢哪一个吗？然后茶茶就说。我觉得还好，我们快走。没有没有，谢哥，其实我把妹其实有这种，不是我把妹其实蛮可爱的。说其实我太多人我都真的记不起名字。你是很可恶，没有，其实很讲究效率哦。没有漂亮的他会继续下去，稍微一点不 OK 就白了。照看他播，没有这种人。但是还有一招是说，不管他漂不漂亮，其实你看到他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你就说哎 beautiful， 你的名字叫 beautiful， 对啦。那再来就啊你叫 wonderful， 他们就觉得好可爱哦，真的。好慢哦。竟然有这种方式 ，Beautiful Wonderful Amazing。来下一道题目，来出题。好，今天晚上有个百大 DJ 的夜店局，你不会带谁？因为会去扫兴。哦，哎，那应该扫兴咖，扫兴咖，扫兴咖不可以的。一二三，哎，熊熊跟艾雨莎，哎，熊熊是扫兴咖，扫兴咖是吗？会吗？我好像是哦，他超解嗨的，你知道有一次就是上次那个沈建宏，就是他要去当兵，对对对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就约在那边，我们已经晚到，然后他就说他直接过去，可是他在前面呢，他不知道去哪里喝了一杯酒吧，他那时候好像心情不好，然后结果后来我们才刚去到没多久，才刚坐下，然后才开始吃东西，结果熊熊就喝醉了啊。我也跟沈建宏说，哎，拍摄，我先送熊熊回去好了，这样。就送到他家呢，他人整个是这样走进去，然后我还在关门哦，他就是暴冲型的那样冲，冲一冲之后，他自己就这样啪，砰哦，这倒下，倒上，倒在床上这样。我下巴直接变这样，地板上，地板上，哦，不要了。没有，我跟你讲为什么？好，我承认我其实也蛮解嗨的，我就是那种喝了酒，因为我心情不好的时候。特别容易喝醉，然后我酒量又是我们三个人里面最烂的。然后那一次是因为
我的助理他就不是突然不想上班还是怎样，然后他就说他要离职，我就觉得啊，我把你当妹妹，你怎么会这样？我就很走心，我就自己就喝了酒就不开心，然后那时候又有感情的事情啊，心碎容易让人醉，对，然后我就喝醉了，然后去那边之后就整个醉到不行，但我喝醉之后我会个自动导航，我会想回家，可是我想回家，因为我觉得我要赶快快速回家，我就背着我就要跑回家，但是因为酒啊，因为有时候出去玩都穿高跟鞋，我是直接这样子，扑街，啪，然后棒，哦，对，危险的，就很夸张，所以他们。可能常常会因为我喝酒醉受伤，然后会觉得压力才会被我吓到酒醒。哦，因为唱节没有，现在还好。你觉得是还好？没有没有，他其实喝醉的时候，其实一定要有个空间，就是一定要有个 VIP room， 不可以让他在外面，因为他一喝醉他很疯，疯完了之后他会先咬人。咬完人之后呢？我现在不会了。对，咬完人之后，他会看到那个威姐说：“哎呦，这小鲜肉蛮帅的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”我说：“哦，对，你知道你是熊熊。”他说：“哎呦，我很漂亮，你要不要追我啊？”屁呀！我哦、你是我的菜哦，没关系，我们一起来喝酒，就等于说他疯到就是我们说，哎哎哎，你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还会乱讲。我是想，我承认，有我是跟他讲说，要不要一起喝酒，啊、开玩笑这样。对，没有，但是我不可能这样讲。你我笑我讲，没事没事。好，那雨莎讲，他是最清醒的，他这样才能够领钱的、啊，他这样才能领钱、啊，不然他都没出来。他一直处在后面在干嘛？来，请出题。好，哎，来，现在有三个选项：绿茶、小庄哥、张伟忠老师。请问艾雨莎可以接受跟哪三位当中哪一位演出大尺度亲密床戏？啊？哇，哎、欸，詹老师也在现场，对对对，对呀、啊，詹老师就行了，当事人，对呀、啊，哦，哎、欸，你看，阿雨莎要写之前还敲了一下桌子，好，有点生气，好来，先看看这个茶茶的，哎、欸，绿茶，屁啦，小钟啊，一定是小钟哥、啊，我也是写小钟哥，对啊，自以为自恋哦、喔，对啊，哇，詹老师一票都没有，哇，我年纪大了，谁会选中？你们不要这样，他是搞四大建设的人，不会啊，看到老师会笑啊，真的，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觉得？我觉得是小钟哥，是因为。比如说绿茶小庄哥跟那个詹老师，我们私底下都会一起出去吃饭，就是有时候都一群这样子。然后，但是因为小庄哥，我觉得第一个他的比较成熟，嗯，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他跟艾雨莎的，因为艾雨莎比较喜欢成熟的男生，那我觉得小庄哥比较符合他的那个条件。那小庄成熟，那詹老师就幼稚。因为没有，因为詹老师熟，对，第一个他跟小庄哥比较熟，然后再来就是因为詹老师给人家一种德高望重的感觉，就高重哦。不得侵犯，对啊，小钟哥私底下跟我们相处，唐僧肉啦，唐僧肉不能吃啊。来了，当事人角度，我们是最在乎的，你聊聊这个詹老师吧，啊，阿雨莎，我吗？我觉得小钟哥给人家的印象是不聊詹老师，那说詹老师，小钟的好没听，小钟的好我们都知道啦，就是为什么你不愿意跟詹老师面对面对？不是不愿意跟詹老师，你也很想，因为大小还是会有影响，对不对？刚听你们这样讲，而且导演是李安。笑一笑，导演李安这样可以吗？就你们俩。那我跟你，那詹老师跟邓家华，你选一个。詹老师。詹老师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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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赢邓家华的。来，单独问绿茶一个题目，来，请问。OK， 熊熊跟艾雨莎两位大美女在你面前，谁可以娶回家当老婆？然后谁是吉拜迭赫？嗯，哦。哦，当老婆的。当老婆的。哎呦，老婆。一拜的三，我知道熊熊啊，熊熊是当老婆还是几拜的？当老婆，当老婆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他跟他相处，他其实做每件事情都很细心，他会细心的观察。哎，可是我会煮饭，也会看。因为你太像男生，你太少根筋了。你是我喜欢女生，我才会把你带出来。那我从来没有带过别的女生出去，是吗？大家都知道，他就在旁边说没有啊，你昨天才带一个。嗯，就是他已经说穿我的梗，就是每天都是爆料我的东西。哎，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。没有，大家不知道，因为我真的很少去带我喜欢女生出去。哥哥都知道我很少出去，我从哥从来没有看过我带。你是他破你的梗？你都带男生出去啊？对，我们吃饭啊。对啊，对啊，但我从来都没有带一个自己喜欢的女生出去，除非我真的爱她。不管如果你觉得熊熊是适合当，对他当老婆，他不管煮不煮饭，我都可以为他牺牲。讲，对对对，因为他对人非常体贴，他可以为你。
为你做一辈子，这样令人感动，好，令人感动，就是令人感动了。姚婉觉得哇，今天本来想要这个早点提前回家，哎，对，没想到又是披星戴月啊，然后这个整歌带旦，日月相迎，是，但是习惯了这样的生活，只要观众朋友喜欢就好，但他们这个通通是假的朋友，好吧，谢谢他们，谢谢。由哎呦哎呦超口感举若冠名赞助播出。